对，记得喝那个银耳莲子汤，多喝一点，润肺的。多喝着娃哈哈、面块线啥的，补充点营养。嗯，记得使用妮维雅手上护手霜，但是冬天不再那么干燥。记得把钱都取出来放到金融工厂。记得头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让头发更美丽一点，启用美涛。启用护发领导品牌美涛遮蔽水。在家里无聊了，请记得打开口袋里的巨幕影院。吉米。最主要的是不要忘记关注芒果 TV 完美假期。对，还有 W 的微博是 www 是怎么念的、还有家里洗衣服一定要用立白，立白的洗衣液，因为皂液它不伤手。对，只伤。说什么？他哪儿都不伤，直接可以滴到眼睛里面去哦。心情不舒服的时候，请记得喝伊利畅清酸奶。嗯，还有记得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一定要喝这个天美健牌大豆蛋白粉。只是植物提取的哦。你说错了，舒服时候也可以喝，防患于未然，它有一个防御的作用。而它维生素 C 是特别特别的好的嘞，口感非常棒，非常的棒，感觉整个就在加州的那个橘子一样。接不下去。